越来越多人变成低头族，就连小孩子都有样学样，三不五时吵着要看手机。3C 产品变成了孩子们的电子奶嘴，只要塞给他们，他们立刻就会停止哭闹。虽然这样照顾小孩很方便，但经常玩手机对他们的成长不利。怎么帮小孩戒除手机成瘾症状呢？下面这些父母想出了超棒的方法。证明爸爸换了一个独特的手机壳，上面有小强的图案。弟弟本来想要玩手机，但看到小强图案的手机壳，害怕的都要哭了，从此再也不敢轻易碰手机。让爸爸们看小孩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趣事。下面这个小男孩很爱哭，为了让儿子将心比心，爸爸异想天开买了个婴儿哭泣面具，儿子看到后都要喝傻了。有这样的爸爸真的很无奈。不过小强手机壳这个创意听起来很有趣，而且很有用，为小孩子手机成瘾症状头疼的家长可以借鉴一下，说不定真的有奇效呢。